籌委會主席梁愛詩女士以及宗教代表包括孔教代表湯恩佳院長、道教代表梁德華道長。借蒼生見聞者，叩響紅鐘，響彻寰宇，以虔誠恭敬之心，誠摯祈福祝願，蒼天之下，陰晴有常，廣慈讓寬容，社會繁榮，百業興旺，歲月安寧，眾生安泰，誠心叩拜，天福人和有常。多謝咁多位嘉賓。廣土之上，和風流暢，人心之中，仁愛慈祥，世風祥和，慈祥寬容，社會繁榮，百業興旺，歲月安寧，眾生康泰，誠心祈禀，天主配降。好，我哋請下一位代表啊。好啦，多謝曬咁多位嘉賓先噶。最後咧，我哋亦都有請咧活動贊助楊芬先生、譚錦球先生以及顯空法師、籌委會副主席劉業強先生、余漢坤先生、秘書長曾志偉先生、副秘書長蔡素玉女士、劉思坤先生、馬逢國議員、吳秋北代表、顏寶玲代表、陳恆斌議員。許張美娟女士同大家祈福祝願，祝願香港政通人和，百業興旺。多謝曬咁多位嘅祝願嚇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以及係陳東副主任咧係。